过。还有上次我梦见，我梦中见到一位朋友，他退休了，现在是没做老师。我梦中呢看见他是在做老师，我站在他的讲台旁边，他在做老师。请说开始。他在做老师，说明他在进步，他的境界在提高。他没修啊。没修，人家有境界不可以啊。啊。啊，你以为修的人一定好的？不修的人一定不好啊？